伯纳姐姐，我要告诉你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啊？让我想想该怎么说呢。哦，对呢，明年世界要更新那个橡皮肤呢，就是这个春雨。什么呀？哪里是一个呀？明明是好多个，好不好？第一个是春雨，四季使者之一，是奥法星生态研究员，代表着复苏的力量。他喜欢乘坐着巨大的四叶草，身上还飘散着蝴蝶精灵呢，感觉能给人带来幸运。还有第二个白雪公主索菲亚，她可太皮了，假装吃苹果中毒，结果发现这就是她装的。而且很奇怪的是，白雪公主专卖玩偶，还得用我们的重要东西去交换。第三个是汉森，手上一直拿着一根巨大的法棍，还曾经带着妹妹在森林里走失过，我猜她肯定是遇到过巫婆。这个格雷特就是汉森的妹妹啦，她怎么那么像采蘑菇的小蘑菇采蘑菇的小姑娘呢？这红伞伞白杆杆可不能吃啊。哎呀，姐姐别看呢，我觉得这里面最适合你的就是这个春雨呢。为什么？你看她多腻啊，不对，多幸运啊。可是我也没钱买呀。那你跟我来。你让我来这干嘛？想不到吧，这是春雨的体验地图。点我变身白雪公主，点我变身春雨，真的假的？哎呀不行，得看广告呢。大意呢，把这件事情给忘记呢。那我走。本来姐姐你走到地图外面一点去。外面一点去？对，姐姐你看这边的风景有没有想起那点什么？这边风景宜人，很是开阔，蓝天白云绿草，有什么奇怪的？哎呀，要不姐姐你得看商店，看到这棒棒糖没有，只要你买了就能变成春雨呢。99个迷你豆，他怎么不去抢啊？哎呀，不会不会，买了吧。妮妮，我看是你想看新皮肤特效了吧，看我给你变身，我变。怎么是白天鹅啊？不对呀，这作者不仅卖得贵还骗人，这就是变身春雨的棒棒糖呀。可能是弄错呢，要不姐姐你再去商店买一个吧。你想得美，但我的迷你豆是白捡的。姐姐别生气别生气，要不我们去你的另一个号买一个。可是我这个迷你币也不够多呀。没关系吧，来姐姐我资助你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？嘿嘿，可迷你币别多呢，这下可以买呢。当然没问题，新皮肤啊，它肯定能给我带来好运。嘿，那可不一定。赶紧换上试试。你看，我能拿着四叶草转圈，你我太开心了，给你一个么么哒。你看，挥手之后，我身边还能长出四叶草，还能像小蝴蝶一样扑腾着翅膀，还有蝴蝶精灵的特效呢。嘿嘿，待会你就开心不起来呢。啥？你说什么？哎呀，这个都不重要呢。啊，不是你想要看皮肤特效的吗？嘿，不是不是，你看姐姐，你这个皮肤加上这个大的背景，是不是想到了点什么呢？想到什么呀？哎呀，我再指着你指给你看吧，其实也不一定非要这个皮肤，这些也可以呀。不行，这个头发不够腻。没事，那也可以呀。你的头套我叫明说说，这个绿头更适合你，再装作一点遇上花也行啊。你说什么？你想让我戴绿帽子？